现在总统大选正式进入倒数阶段了。侯康沛呢，中台湾的后援总会誓师大会，台中市长卢秀燕母鸡带小鸡，希望可以力拼台中市啊，八席选上。他以大船航行来做形容，说选错人就会造成集权独裁政府。卢秀燕说，这一次是离胜利最近的时候，要支持者抬头看看蓝天白云，呼吁让政党轮替，让国家进步。总统若选唔对人，这个村长若无经验，这个村长若非常的集权独裁，别人讲的伊拢无爱听，伊嘛无爱顾顶管乘客还是船员的安全，伊船要安怎驶，伊家己决定要安怎驶。若是撞到这个村长，咱的船就会走向面临凶险，真正危险，不但可能碰到危险，甚至会碰到这个触礁。因为过去台湾和平进动16年，阿扁8年贪污腐败，小英执政8年桃花不断，而且伊个人贪污污西，16年已经有够啊！人民忍受够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届我们离胜利最近，感觉胜利就在眼前。各位抬起头来看看蓝天，丫头看看蓝天，有没有感觉希望在眼前？有胜利在望，有没有？有。过二十天，过二十天，大家较拼嘞！我们大家共同举起手来，我们就可以夺标，我们就可以胜利，好不好？包含的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，现在也忙着帮忙。包含的是立委候选人叶元之来扫街拜票，他举例棒球来形容侯康的选情，他说现在9局下半要防止对手出奥博了。针对柯文哲爆料说，如果当时韩国瑜有接柯市府的市政顾问，今天可能是他的副手，朱立伦重申说在野力量要团结，集中选票就是要支持侯康沛。我们第8局哦打得非常的好，大家把所有的朋友通通团结在一起啊，等于是我们不管是什么蓝，今天都是中华民国蓝，然后我们已经从落后到追平，啊，最后的第9局，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，然后每一球都很重要，每一个动作都非常重要。民进党一定会出奥博，但是我们只要防守的好，再加上我们团结努力，在各地啊争取每一张选票，所有在海内外的所有的台湾的这些好朋友都要回来投票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团结胜选。那这个柯文哲昨天在高雄的造势场又说啊，如果他当年有开一个游击职的顾问给韩国瑜，如果他有来的话，他今年很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副手，那会不会觉得说有点在蹭韩国瑜？我想韩市长跟我们所有的不分区的立委啊，现在是一个最强的团队，那目前也是全力的在各地帮侯康沛在全力的加油啊，所以现在讲什么都是大家都是要团结在一起，而且要集中选票，因为我们所有在野的力量必须要团结，不然就会便宜了这个赖萧沛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2-3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。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1000000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
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